突然说要请我吃饭，肯定没好事。哎，那请我上菜吧，我饿了。别慌，人快到了。谁呀？哎，建国，建国，瑞瑞，先聊着啊。你好，和照片上一样帅吗？啊，你好，你也和照片上一样。二位要喝点什么？我要冰可乐。两杯热茶，谢谢。男孩子不要喝冰的，对身体不好。哦，热茶，热茶。你先自我介绍一下吧。哦，我是……等一下。嗯，说吧。我叫高子睿。年龄？27。年纪也不小了，干什么工作的？我热茶来了，我弟现在在维纳斯航空做空乘。嗯，慢慢聊哈。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啊？平时就跟朋友唱唱歌，看看书，炒炒股票什么的。还挺会花钱。你打算要几个孩子？这个我还真没想过，顺其自然。这怎么能顺其自然呢？得规划好啊！我年纪也不小了，不打算结完婚以后就生孩子。你到时候就辞职在家带孩子，过两年再二胎。哦，但是请问一下，为什么要我辞职啊？俩人在一块生活，总得有人要牺牲吧？你什么学历啊？英语怎么样？我不放心保姆带孩子，教的不好。打断一下啊！我觉得你不能用找保姆兼家教的思路来找对象吧？我只是提出我的要求，你也可以提你的。行，那你看你还有什么要求？你接着说吧。你这一身都是牌子货吧？皮肤看起来也经常保养，不少花钱吧？我希望结婚以后你能学会持家，减少这些不必要的开支。建国，建国，平时我弟啊这人特别朴素，但是呢，今天他知道要来见你，隆重打扮了一下，我觉得这样特别好，你觉得呢？是吧？菜来了。这里的菜都是你一个人做的？对呀。请慢用。姐，嗓子不舒服啊？喝点热茶润润吧。哦，对了，刚才有件事我忘了说，我不会做饭，而且也没打算学。我也不想要孩子。你再说一遍。建议相亲啊。建国不是你想象的这样的。都是你，非要搞什么相亲，还得 Jackie 看到了。建国这个老女人竟然还敢打波波的主意。不是，哦，原来你不是嫌姐夫没出息啊。你废什么话呢？他这么会做饭，还会带孩子，比你好一百倍。喂，我
喂，瑞瑞，你最近是不是得罪Jackie了？他为什么让我发布新技术员的招聘启事啊？啊，不是吧？哎呦，你这可太为难我了。你说我到底是发呀，还是哎呦，手都发出去了？Jackie， 你不至于吧？ 金秘书搞错了吧？相个亲而已，不至于把我开了吧？不会情场、职场都翻船吧？不行，太刻意。也不行，太直接了。哎呀，追小小都没这么难。不想了，睡觉。 你看，儿子又哭了，都怪你。我还要工作的呀。孩子还这么小，你就出来工作，你有没有点坏呀？我看你心人呀，就是这么多亲男，他要是生了个女儿，你看他带不带？哎，儿子有什么不好？儿子也是爸爸的天天小棉袄。他一肚子的儿子，哪里是生女儿的料？啊？ 把这培养这么大花了多少钱吧？都说男孩要富养，我跟你姐姐省吃俭用，给你吃好的、穿好的，让你上男的班，就希望你将来能有出息，嫁个好女人。结果呢，你被人退货了。啊！爸爸，爸爸，不要让我回去，我会努力赚钱的。见过他。 凌晨3点55分，一贯任性的派瑞莱科技公司 CEO 突然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体外子宫的概念模型，引起轰动。视频中，助理把概念模型佩戴在身前，向大家展示父亲与胚胎建立情感连接的过程。这项技术标志着人类正式进入孕妇时代。 瑞瑞 ，It's too late， 你还这个样子，出事儿了，出大事儿了，摘给他。新的技术员已经来了，正在办理入职，他们马上就到了。啊，瑞瑞。 技术员已经来了，正在办理入职，他们马上就到了。啊，瑞瑞。
这是公司新来的技术员 Perry， Perry， 你前辈瑞瑞。你们好，我叫 Perry， 好巧呀，大家也都叫我瑞瑞。这几天请多多指教。等一下，你这个低配版的瑞瑞，先给我等一下。哥哥先带你熟悉熟悉环境吧。好。什么叫这几天？我到底是哪里做的不够好？于公于私，我都已经很努力了呀。你先不要激动，你的努力我全都看在眼里，但是你可能不太适合这份工作。我怎么就不适合了？瑞哥的情绪好像不太稳定啊。我真是受够这个鬼地方了。哼！等一下，高秘书。技术员这份工作你确实不太适合，从今天开始你就是高秘书。哇啊，金秘书，这几天还要请你多多指教啦。公司没有规定我只能用一个秘书吧？啊！没有没有，是我 think too much 了。有时间想这么多，不如回去完善一下我要用的 PPT。不如让我来吧，我在实验室也待了好几天了，肯定比金秘书熟悉。那你就试试吧。金秘书，你也好好完善你自己那份。没问题，一起加油吧。瑞哥，我有没有一天也会像你一样成为秘书呀？不可能。我送你回去吧。是不是你用了谁做的 PPT， 你就会带谁去出差？这么想去吗？要不我在这加班图什么呀？开会坐一整天很无聊的。那晚上不是还要住同一家酒店吗 ？Jackie， 走吧，咱们。那我先回去了。你也别太晚了。瑞瑞 ，Don't work too hard， 反正已经有我那份做 backup 了。哦 ，Jackie 已经看过了，他非常非常的满意。艾玛，艾玛。我等会儿给你叫辆车，你到家告诉我一声。还有就是，我们不要再联系了。我不要。听我的，乖。你是要跟我分手吗？我不同意。分手这个事情啊，你一个人说了不算。我先走了。你早点睡觉，拜拜。晚安。是不是你用了谁做的 PPT， 你就会带谁去出差？这么想去吗？要不我在这加班图什么呀？决定了，
帮我订和瑞瑞去出差的行程吧。不可能，颤四馆的 PPT 病恶做的好。啊，我要订两张机票，一张头等舱，一张经济舱。经济舱有最后一排吗？喂，你好。啊，我要订两个房间，一个总统套房，还有一个单间。单间有没窗户的吗？Jackie， 我的充电器好像落在你的行李箱里了，我可以进去找一下吗？我觉得那个 PPT 我们应该再修改一下，你觉得呢？那要是真的改了一晚上 PPT 可怎么办 ？Jackie， 睡了吗？啊，都不行啊，怎么办呀？难得的好机会。早上第一场报告改了，你到时候注意一下。颅内脑电接是动态脑网络机制。什么？不好意思，什么接口？你慢慢看。真的变成做 PPT 了，看来今晚是没希望了。不会吧，真走了？我怎么搞不懂他在想什么？瑞瑞，进来。啊。哦哦。跟着你一点都不辛苦，那个什么脑信息整合规律，我觉得可性感了。哦，不对，我的意思是，就是没错，大脑就是最性感的器官，无论是抚摸、拥抱、亲吻，还是别的，它奖励我们，引导我们。哎，不好意思。我去洗个澡，你乖乖的。怎么有一种被侵犯了的感觉？不能慌，不能慌，这可是回家的机会。你身上也没擦干净吧？哦，睡着洗的澡。那我先回去洗了。瑞瑞，真走了？绝对不能错过。瑞瑞，
你能听到我说话吗？我床单上都是红酒，在你这儿歇会儿。瑞瑞，昨晚我走了，他是不是还在生我气啊？飞机即将起飞，请各位乘客系好安全带，收起小桌板，调直座椅靠背。谢谢，上次在这里你还是空乘，现在都已经是我的秘书。只是秘书吗？我以为昨晚，我就是觉得有些事情没必要一个晚上都做完。你们是病人家属吧？病人已经脱离危险了，让他先好好休息吧。医生，会不会有危险啊？我们肯定会全力救治的，但是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求求你，医生。哭什么？你看他其他那些女朋友们早不来了，你也赶紧翻篇吧。我是代表公司过来的。这次是抢救回来了，下次就不一定。医生叫我们做好心理准备。以前一直诅咒渣男遭报应，谁知道这么灵。你就不能怀念一下他好的时候吗？渣男除了渣以外，哪哪都好。他会时刻跟你分享生活，就算不在身边，也让你感觉有他的陪伴。只不过，那可能是群发的。他会突然出现给你惊喜，让你觉得浪漫。但他绝对不希望你也给他这样的惊喜。老公。他追你的时候会很甜，让你觉得自己就是偶像剧女主角。但很快，他就会对你说：“对不起，我们不合适。”所以，像他这样的人，没必要值得为他伤心。你说，他要是醒过来了，会不会就变好了？小小，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，没了他，你可以过得更精彩的。
俊宇来看看胆固醇指标。大夫，我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这各项指标都正常啊。我上次绝对不是简单的头疼，每次只要我靠近那个女孩，我就会心跳加速，脑袋就会嗡嗡作响，好像我的灵魂穿越了一样，感觉我的脑电波已经飞出了这个世界。你谈恋爱了吧？不是，谁没谈过恋爱呀？那就是真爱喽。其实在这个世界生活也没什么不好，不用我花什么心思，女生就会像苍蝇似的围上来。没有人要求我要成熟稳重，要事业有成，要有房有车。男士没容了解一下啊。但是当我意识到我可能要在这里过一辈子的时候，我犹豫了。听话，给你买东西吃。人家还没吃饱饭呢。因为我不是瑞瑞，我是高子睿。除了搞定 Jackie， 应该还有更简单的方法。生病了吗？怎么在这儿？查查资料，还没下班。来找去年的资料，验证一件事情。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帖子，楼主呢自称自己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时间穷游者。写手贴你也信？不好好上班，摸鱼啊？他写的很真实的，他说自己是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，然后和一个科学家进密接触了以后，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，然后网友根据细节猜测，这个公司就是咱们公司。那他有没有说他是怎么回去的？又来了一次了。我就知道必须要跟 Jackie 来一次。瑞瑞，时间不早了，我送你回家吧。好啊。那我不了，我查点资料，早点休息。生病就早点休息吧。其实，医生说我没什么事儿。你看，你要不要上去坐坐？不用勉强，我们改日。好吧。居然拒绝了我，下次吧。瑞瑞，早点休息，晚安。晚安。回家的事情明天再说吧。不对啊，这些日期根本就对不上嘛。难道说那个公司不是派瑞来，还是说这根本就是骗点击瞎编的？姐，
我跟 Jacky 约会，你来凑什么热闹啊？那我不得替你把把关呢，免得你被渣女骗。爸爸，我来帮你。我谢谢你啊。怎么带的孩子啊？都摔破皮了！姐夫，这不忙着呢吗？没注意吧？包个饺子能有多难？你又不干活，少说两句吧。姐夫又要看店，又要照顾小宝，不容易。别说了，瑞瑞，是我做的不好。姐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凭什么一定要男人带孩子呀？像洗衣服、做饭、带孩子这种事情，不是女人更适合吗？那男人出去养家糊口啊？对啊。Ready？ 孩子是女人生的，女人才知道怎么带。女人都负责生了，男人才应该负责带。自古以来，自古以来都是这样。女人更细心，也更有耐心，不是更能把这些事情做好吗？男人力气大，能力强，生来就是做家务、带孩子的料。你这简直就是织女癌。你这叫颜渊难全。瑞瑞，你最近可怪怪的啊！你得让你那个脑科学家给你脑子钻个洞，看看到底出了什么毛病。还有，那女的对你是认真的吗？你都快三十了，没时间浪费。要多认真啊！结婚呢，杀了我算了。她又不会做饭做家务，还要请大叔，还不想生孩子，我娶她回来干嘛？嗨，完了，露馅了。你的意思是，你所说的都是梦里的世界？我就是觉得特别好笑，就忍不住跟我姐吐槽一下的。我觉得你说的很有意思。所以你的梦是有逻辑的？是啊。还是连续的？是。你醒着的时候还在用你梦里的逻辑去思考。这个太有意思了。梦境是人类认知的一部分，你很有可能对人类的进步做出巨大的贡献。明天跟我到实验室去，我录入一下你的梦境。哦，不对，今晚就去。满脑子都是科研，该说你是聪明还是可爱呢？孩子们快出来了吧？哟，小帅爸爸，你真的是珠光宝气啊！新买的手表呀。哎呀，什么都瞒不住你，这是我老婆从法国给我带回来的。哟，那你真是好福气了。我老婆要我们家小美读国际小学，一年学费啊就要二三十万呢。哎呀，我也叫我老婆节约点，别乱花钱，但是她就是不听，每次出差都要给我带礼物回来，说是我带孩子辛苦。那真羡慕你哦。你老婆做什么的呀？小本生意，进口红酒，一年也见不了几回面。哎，还是你们家老李好了，工作稳定，可以在家陪你。老李，他也没时间陪我的了，他整天在外面应酬的。反正啊，我也不指望他送什么礼物给我了。每次啊，他都把卡往我这边一丢，让我喜欢什么就自己去买。瞧你说的，这还不好呀。小宝爸爸，上次你跟我说你老婆做什么工作来着？她为人民服务。啊，没什么钱。难怪你还要自己开餐馆哦，也蛮辛苦的。其实还好，其实还好。哎，以你这条件，完全可以不工作的嘛。就是呀，我还是挺喜欢工作。波波。
么来了？今儿下班早，买了点菜回家，我做菜给你跟小宝吃啊。这菜你别拿回来了。不用，今天我来。老婆，今天工作辛不辛苦啊？一点也不辛苦。老婆，你今天真好。你们好。小宝妈妈看上去真年轻哦。是呀，小宝妈妈看上去真年轻。本来我们也不大呀，是吧？我们两个呀是结婚早。嗯哦，那看来是模范妈妈了。哎呦，我们家老李呀从来都不接孩子的。哎呦，没有，我就偶尔来这么一下，平时工作太忙了。不错啦，工作这么忙啊，还能想到来分担。就是是吧，哪像我们丧偶式育儿。哎呦，已经没有办法了。跟你爸一个样，将来哪个女孩子跟你结婚啊，一定是他的福气。爸爸，这是我画的。哦，是的，是你画的呀。以后要当飞行员啊。宝宝画的真棒。哟，这咱们大宝画的呀。当幼儿园老师多好。嗯，咱们大宝画的更棒。你看你这个菜买的。哎，你们女人就是不会买菜，能吃就行了啊。你晚上要做饭吃吗？妈妈，你就饶了我吧。当然是你爸爸做菜了。我还不是为了让你在其他爸爸面前们有点面子。虚荣。晚上还是爸爸做菜啊。好。今天吃臭豆腐炒芹菜。啊，又吃这个。